今天一直很常梳头，嗯，然后拍头，是不是有一点雨？它有一点湿湿的感觉。再怎么梳也是有的。现在又会给失误、哦。好像是花野菜。绿绿的吧，绿花野吧。哦，对，绿花野。对，绿花野。他好像也喜欢花野。那是绿花野没错。他上次有丢给丁狗吗？还是没有捡？小孩好像没。他自己也拍卡。所以你应该是冷冻那种。是的。